在当今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，局部战争依然存在。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，国防建设不容忽视。一个国家想要加强国防建设，提升军事实力，保有一定的军事武器储备量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，当前导弹已经成为了一种在战争中占据主要地位武器。一个国家的导弹储备量成为了反映这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。据悉，当前中国的导弹储备量有2800枚，在数量上可能看着不算是特别多的，甚至有国家对我国的这个导弹储备量，对我国军事实力提出了质疑。在战争中，这些导弹够中国使用吗？首先，我国具体有多少枚导弹，先不做定论，这是军事机密，国家内怎么会真正透露出来？更重要的是，我国即使有2800枚导弹，也完全是够用的。一是由于当前的时代形势来看，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，没有必要用大量的导弹，而是智库也对我国的导弹实力做出高度评价。不说仅80枚东风导弹，就可以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56个军事基地进行有效攻击。美国智库还表示，不仅一个国家能有能力签收80枚东风快递，要到东风系列导弹是我国导弹中的王者。其中东风四也有着战略导弹之王的称号，具备强大的核打击能力。而且据估计，一场局部战争只需要使用100枚东风导弹，即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也不用担心不够用。因为凭借东风导弹的实力，如果我国所储备的所有东风导弹发射完，估计所有敌人早就不复存在了。可见导弹实力这方面不仅。